哎呀，比赛还真是激烈啊！但是现在大比分不也刚刚是1-1平吗？对吧？哎，他们刚刚追上我们而已啊！我不知道对方队友现在嗓音依然还是这么清亮哈。没有问题，哎，中国中央。好的，裁判长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开始下一轮的游戏了？当然了，本轮游戏是库存儿童歌曲对决。 游戏过程中，两队成员需要在规定时间内轮流演唱儿童歌曲，并说出歌名。如果作答错误，由该队的成员继续作答；如果超过10秒还未作答成功，则该队挑战失败。失败的队伍中只有一名成员接受惩罚。反之，赢了队伍就会赢得为大家送福礼的资格。 需要注意的是，歌曲不能重复使用哦。哦，这个我觉得就对于我们送分题了嘛。儿童歌曲我就服了。浩哥，不要再说了啊！对，我就是儿童康康，那句就是被你说输的，好像不是很了解。对，那我想问一下裁判，我们两个队谁先开始呢？哎，你们得，石头剪刀布，就是敬老头。石头剪刀布。 翻译过来是石头剪刀布哦，石头美化斧头。好的，谁赢了谁先说，谁先唱，是不是？那就你们俩来吧，来吧，泡泡哥，啊，我们闭着演出出啊，是吧？一二三，是吧？来，可以吗？来，一二三，敢，一二三，行了，咱们赢了，我就知道。 没事，没事，没关系，先唱，互相有优势，对呀，对呀。那大家听我的口令，三、二、一，游戏开始。好，快点，来倒计时了啊！双双双桨，让我们荡起双桨。对了。好，葫芦娃，葫芦娃，葫芦娃，哎，呀咦喔嘿，呀咦喔，哎，就是不是爽，这不是儿歌，不是儿歌，不是儿歌，快继续，行。 我们的田野，啊，这倒算。小燕子，哎，花一小燕子。飘呀嘛，小二郎，读书郎。小小少年，小小少年。春天在哪里呀？春天在哪里？哎，在山的那边，海的那边，有一群蓝精灵。哎，蓝精灵。丢手绢，丢手绢。 大头儿子，小头爸爸，大头儿子，小头爸爸。其实我就是一只鸭，其实我是一只鸭。别说了，接着接着。睡吧睡吧，我亲爱的宝贝，摇篮曲。这不算。这啊行，太阳当空照。哎，放学歌。对，放学歌。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，一分钱。啦啦啦。 我是卖报的小行家，卖报哥。哎，丢丢丢！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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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
有多泥鳅啊，是这首歌啊。我是一个粉刷匠，粉刷笨领枪，粉刷匠，粉刷匠。洋娃娃和小熊跳舞，跳呀跳呀，一二一。洋娃娃和小熊跳舞。门前大桥上有过一只鸭，数鸭歌。对，数鸭子。啊，对。那是儿歌，算什么字呢？算儿歌。爸爸，太阳、月亮、星星，那是什么？吉祥三宝。那你要这么说。那个两只老虎，宝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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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
好榜样。小螺号，你得吹小螺号。妈妈的吻，甜蜜的吻，妈妈的吻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那是我妈妈好。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，中国少年先锋队队长。哎呀嚯，大风车呀，只要让你转，这里的风景啊，真好看。大风车。
尔是万物多么神奇，天地之间多么神奇。那来吧，咱们就上少儿频道的歌吧。山间一老人说我有慧根小道童。什么歌啊？种太阳，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，长大以后不种太阳。哦，对，我的好妈妈呀，下班回到家，劳动了一天，多么辛苦呀！我的好妈妈，我的，快快快，十、九、